大家好，我是大瓜。昨天的田螺我们养了一个晚上了，今天把它弄来煮来吃了。有一脚盆，给我你加水。盖上锅盖烧开。要得了，捞起来。扔一下，那样烫的不得烫手。现在不得吃龙虾进去。再加入盐巴。加入面粉，现在准备配料，泡生姜泡一下。大蒜，再来点干辣椒，加入百里麦和花椒，准备好了，开干。男女搭配干火，不累，锅里加油，放入花椒、姜段泡花椒、辣椒、豆瓣一勺。好香，加入田螺，加入2020年啤酒一瓶，加点清水，加点盐巴，酱油，盖上锅盖焖好会儿。加点蚝油，加点香醋，料得了。加点葱花，难不难？等一下。难。有没有呢？我想尝试。给它焖了久点儿。还入味了呢，它焖了点就久点。下酒菜，嗯，好麻。一百里麦和花椒，我吃的比小田螺满意。小田螺也好吃。烂的稀。技术吧。这锅巴子全是那个，人家不吃啊，那不敢吃，他吃什么吃？那闻着了，他鼻子黏得很。那种没吃好吃的，他走。你就喝完了，还一点点儿，别浪费了。刚好够一口。